梁国雄议员，主席，我首先想请你裁决一样嘢，即系我以前摆啲嘢喺度咧，你有时就俾我摆，有时唔俾我摆，咁你就话咧要同发言相关，咁又我哋而家又有余丽珍喺度，有霹雳金铰剪嗰套戏，又有阿陈鉴林议员嗰、那个唔知拉布001，系咪相关嘅咧？啊，梁国雄议员，你提出。而家立法會裏面有議員展示嘅物品是否同現在嘅會議嘅內容有關？請你坐低。黃國興議員，你展示嘅物品是否同會議內容有關？多謝主席嘅提問，主席你提問得十分之好。我展示呢把金鉸剪咧，當然係從呢一個係議程有關啦，因為我呢把鉸剪咧係預示促請主席你咧係盡快剪布。正好主席而家嘅提問咧，我係第一次促請主席你咧盡快剪布。現在討論緊嘅係無修訂嘅係事項咧，其實呢啲咁嘅預算案嘅項目咧，喺過往都無需要辯論。而議員咧係濫用咗議會嘅時間。黃國興議員，我只係請你解釋你展示嘅物品，而家唔係你發表議論嘅時間。不過你引帶我咧係要即刻要講咯。如果你發言咧，請你。按嗰個要求發言嘅按鈕。好啊，你坐低。嗰、那個係李慧瓊議員，還是阿陳鑑林議員嘅物品？我嘅。李慧瓊議員。係。我嘅呢一個物品咧，就係、是、拉布計時器。咁亦都同而家正在進行嘅拉布咧，絕對有關，因為提出修訂嘅議員咧已經講清楚咧，佢哋係希望用拉布咧去爭取一啲政治嘅要求。咁啊，所以絕對同。而家討論正在開始拉布嘅事實有關嘅，主席。梁國雄議員，我希望你用事實證明而家唔係拉緊布，咁我就會要求嗰啲議員收埋佢哋。我唔好意思，因為咧，即使你覺得客觀上面有拉布呢一樣嘢咧，而家都係我哋討論緊咧，係一個第一項合併辯論沒有修正案的14個總目，小弟冇修訂到。呢、這個就係叫做本來未有報，容人自剪之。係咪緊張我頭神經？同我有乜關係啊？梁國雄議員，當我判斷而家係並冇拉布進行嘅時候咧，我就會請議員將有關嘅物品會收翻㗎啦。正如梁議員知道，拉布咧同提出修正案咧冇直接關係嘅。陳志全議員咩問題？你裁決咗未咧？如果你已經裁決係容許佢嘅，我嘅問題係係咪聽日可以放過民建聯議員有幾多人喺議事廳，工聯會議員有幾多人嘅議事廳嘅計人數器喺個台嗰度咧？我唔係好明白你個問題。你個問題係咪規程問題？我嘅意思係李慧瓊議員可以有呢個所謂嘅拉布嘅計算器喺度，我係咪可以放一個民建聯議員出席人數計算表、工聯會議員出席人數計算表都同我哋今日嘅議題相關？以後我哋日日都係放喺度咧。我認為呢個並不是現在我哋嘅議事規則嘅問題。梁國雄議員，請你繼續發言。主席，梁耀忠議員，規程問題。主席啊，我想詢問一下咧，而家我哋討論緊係咪修訂案的就21啊，嗰等等嗰啲 number 啲數字咧。而家我哋第一項嘅合併辯論係就冇修正案嘅總目進行辯論嘅。好啊，主席，點解你要講係拉上係拉布嘅字咧？我邊個議題係講緊拉布嘅？梁議員，請你坐低。我哋咧已經係有咗相當豐富嘅拉布嘅經驗。所謂拉布意思咧，即是議員。是就某個議題是延續發言。主席，而家我喺開會喺我哋呢個處理呢個撥款條例之前呢，亦都已經有議員係公開表示咗咧，佢會喺呢個階段係會拉布噶啦。主席啊，我想詢問一件事咧，我哋係根據文件嘅講説話，定係講係根據議員發言講説話嘅咧？如果係根據文件講説話咧，係冇拉布兩個字咧，點解你要講係拉布嘅咧？梁國雄，同埋咧，就係點解你話啲人咧係重複發言咧？而家邊個重複發言咧？而家你講係，如果你係有判斷嘅話咧，如果內容係重複嘅，你應該阻止佢唔俾發言嘅。梁耀忠議員，請你坐低嗱，我已經做咗裁決，我已經講過話，當我認為係並冇拉布嘅事幹喺我哋呢一個會議上面發生嘅時候咧，我就會要求議員將所謂有關拉布嘅展示嘅物品
係會收翻。但我而家未被，我而家未被說服，冇拉布發生。即係你話而家拉緊布，即係而家主席而家話係拉緊布咯。梁耀忠議員，如果你唔再坐低咧，我就認為呢度拉緊布啦。請你坐低。我係抗議緊啊，主席，我唔係拉布，我係抗議啫。我而家覺得你點解容許咗佢哋可以擺喺度咧？梁耀忠議員，我已經做咗個裁決。如果你再唔坐低咧，我就命令你離開會議。我係質疑緊你的裁決啊，主席。我嘅裁決已經做咗啦。我提出嚴重嘅抗議你，因為你喺文件裏面冇拉布兩個字，點解你裁決佢拉布咧？警告：如果你唔立即坐低，我就要求你離開會議廳。我只會離開，但我表示抗議。梁耀忠議員。陳志全議員咩問題？主席，今日有14位議員咧，第一節都有提出呢個修正案。我想問李慧瓊議員，呢個牌係講緊邊一個議員？係咪一陣間發言嘅議員都會俾佢呢個牌去計算嘅咧？陳志全議員，我哋而家咧係進行緊第一項嘅辯論，議員發言應該就第一項嘅辯論裏邊涉及嘅總目發表意見。梁國雄議員，請你繼續發言。其實擺的物品都應該是涉及那十幾項總目的，不過你的裁決就是裁決，我就不會爭論的，我知道有天理的。